生就是有的吃有的睡，既然阿公已经走了，孩子已经大了，不要想太多了，已经60岁了，要想那么多是什么？以前我们没读到书的，我们读 26 嘛，对不对？ 26，我们最大的生意是88全下来的60年了，现在的生意啊最主要啊不要亏本，这样一个人做就可以了。